本集由全台猫脚印店家香港 Press Club 以及马来西亚盖亚卡店赞助播出。Hello， 大家好，我是芒果。今天我们来介绍一副巨鲸怪配坚果哑铃的牌组。首先看到我们的智慧星，他一回合一次把手牌补满三张，攻击招式打60，看对方前排的能量数乘以20。对方有三颗，我就打120滴，没有问题。接着来看一下这个铁哑铃，打20滴丢掉自己身上的能量。好，那芒果就不放其他铁哑铃，就是因为他的撤退费用只要一费。那再加上说他打人至少还有点20滴小小的伤害，也不错了，好不好？不无小补。接着进化成我们的巨鲸怪之后呢，他特性是一回合一只使用一次从墓地捡一个基本的超或者是钢能量冲到自己前排的宝可梦身上。那我们的巨鲸怪呢，不管他在前排后排都可以冲给前排，好，你前排的宝可梦。那我们这副牌的攻击手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坚果哑铃以及我们的巨鲸怪。来看一下巨鲸怪的招式，打150滴下回合不能使用这一个招式。好，那150滴说真的不强不弱，刚刚好，那至少可以打个小人牌，但是打的比较强一点的血量多一点狙杀或者是 take team 可能是秒不掉的。那秒不掉怎么办呢？等一下跟你讲。来，再来看一下他的狙杀，直接从牌组拿五张卡片到手上。哎呦，这个狙杀还蛮酷的。那通常拿的话你就要防止对方可能有没有裁判啦，或者是马下朵之类的，就要自己小心使用了。再来看他们的小这个就不讲了。来，坚果哑铃的招式打20滴下回合可以减伤20，那这一招应该也是用不太到了。那他的第二招非常非常酷，就他主打招，来打80滴，那可以再加上你自己身上有几颗钢能量的话，那就可以打20乘以20对对手的后排造成这个伤害。意思就是说我身上如果有三颗钢能量的话，就用巨鲸冲嘛，对不对？巨鲸两只冲完再加手贴刚好三颗，可以使出第二招打80，后排打60。那这个60呢，如果我身上有五颗就可以达到100滴，那他这个招式有说明最高就是100滴啦。所以说你看前80后100这个概念要怎么冲出来呢？就是运气啦，如果办法冲出来当然是痛歪歪啦。那这个100的话呢，最高极限就是100，那不看弱点抵抗力。好，那为什么这样搭配呢？来，各位看一下，首先我们这个150滴那如果我们遇到210的怎么办？差60滴嘛，60滴就交给我们坚果哑铃直接补刀补60。那这个80呢，可以直接秒杀掉对方的一些小怪物，你像一次造成双杀的这个效果。你看对方对后排的狙杀直接被你杀掉，前排的小怪也被你杀掉，这样子我们一次拿了三张奖励卡也是非常非常的 OK 的。或者是说我们这个120的血量，我等一下会讲到我们装备是配平底锅，那平底锅加去我们血量150，对方不一定秒得掉我。所以说你看我前面如果先打80，后面100100的话，我如果能打掉一只小人怪也是不错的选择。或者是说我已经冲到了五颗，我直接两回合好不好，两回合直接80 100 80 100杀掉两只叠叠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这样各位懂吗？好不好？不过这个几率比例不太高啦，通常也是看对方手牌型再来决定要怎么贴能量怎么做，好不好？弄几颗给他都是不一定的。好，那所以这样配的话就是为了能量赶快冲出来。芒果有试过自爆十怪，但是真的是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巨鲸可能打点比较稳一点点。那自爆十怪的话，你坚果哑铃不一定每一回合都可以贴满五张钢能量，这样懂我意思吗？好，那配自爆十怪的方式，芒果之后如果有机会也会研究看看啦。那来叠叠两张，为什么呢？为了抓我们的这个阿密。哇，我们难得配了阿密，阿密终于出现啦。好，阿密，因为我们这副牌一定要后手，各位一定要后手，后手才有办法使用阿密的这个非常非常 OP 的效果，就是直接拿五张钢系的宝可梦到手上，注意后手才可以哦。好，拿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对，就是铺上，好吧，铺上来看一下，放四张这个交换宝贝交，因为我们如果拿出来之后我们还可以用交换可能拿下回合可能需要的东西，例如进化巨鲸怪或者是进化坚果哑铃都是 OK 的。来，糖果四张不用我讲，因为就是要进化巨鲸怪，好不好？来，单价一张就是放一张啦，如果以备不时局，不过这些怪物应该数量是够用，好不好？够用，够打完你这一场比赛了。那高级94张，来场地看一下，场地放了三张森林，因为我们需要丢掉钢能量再拿一张钢能量，那我们墓地的钢能量就可以用巨鲸来冲给前排的宝可梦啦，这些都没有问题。来，那人物卡的话，芒果四张这个竹篮，两张莉迦，两张这个叫什么东西，莉莉亚。那因为莉莉亚不放满四张是因为我第一回合几乎都是要拼我们的阿密骑手，好吧，阿密骑手。来，那这回不用放头巾，因为我也没有放那个什么叫波波波波多伦，所以说我们不要硬去拼我们
们的巨鲸怪来做秒杀。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要真的玩巨鲸怪秒杀，那你干脆就直接配什么酷酷衣啦、头巾啦，加上波波舵轮啦，这样懂吗？所以那你干脆就不要玩坚果哑铃了。那坚果哑铃的好处就是有可能会造成双杀三杀的局面是有可能的，好不好？不是三杀啦，是三张奖励卡的局面，或者是四张奖励卡都是有可能的。那这算是一种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组法和玩法。好，那也是这只芒果自己研究出来的，试试看吧，好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对手是谁吧。那这牌芒果打过几次我觉得还不错哈，没有到烂，不会到烂。等一下吧。喂喂，好，两张券，芒果这个券子已经多到炸掉去了，因为他都不开24票啊，开24票也许芒果就会开台来打个24票的那个比赛，好不好？联赛打比赛啊，想要跟我玩的话就可以，也许就可以。等一下按错了，刚系才对，对不对？看一下坚果哑铃这里，来看一下对手是谁哈。二十四票联赛真的太久没出了，不然芒果也很想打哈，一大堆卡包不是很爽吗？超爽的。人嘞？等一下下，龙斗超，这个看起来像是龙奈呢。那龙奈的话，我们的劣势非常非常的大哈。来，不管怎么样都要选后手，好不好？后手的话可以阿蜜，对不对？好，你先手，先手对他比较好哎，尴尬。OK， 那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派上去，然后我也不知道等这个派上去，然后我想一下，好，这个派你上去好了，这个打好像感觉比较痛的感觉，好不好？全部正面的话就可能比较痛了。这个招式我刚刚没讲过，对不对？这个招式就是看骰你骰硬币骰到反面为止看你有几个正面要乘以20鬼龙。好，其他蒂娜，那他现在这个应该是龙奈没有错啦，好不好？99派应该是龙奈啦。好，巢穴球直接抓只小乌贼出来，然后等一下呢，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其实还蛮多的啦，我觉得还不错。好，手贴给他，哦，碎哦，没事做。好啦，其实我也没什么事情做，我看一下，这个的话，我能看拿什么东西比较好？来拿一二，三四，五，好不好？这样可以吗？一二三四五。我想一下小坚果，好，这样拿，好，没错，就这样拿。一、二、三、四、五，丢，然后贴，好，贴。然后攻击，来闪硬币看几次正面头，嘿下，好啦，非洲人我跟你讲，习惯就好，真的好不好？非洲人就是一次正面都不会有，不会给你的，所以这招等于是对我来讲就是垃圾。好，那这个场地也救到他哈，不过没办法啦，我还是得用啦，好不好？因为等一下巨鲸我必须要赶快把它做出来。好，爹爹直接拿竹篮吧，我在猜的应该是竹篮啦。那我们等一下可能要拼一张糖果哦，如果有糖果的话，我们这只就可以直接做进攻了，对不对？那做进攻的话，60，也许我可以直接打掉他的小乌贼，这样也不错。好，那这场阿蜜有用到还不错呢，我就想说阿蜜不一定用得到，说哇进化了，尴尬啊！啊，算了，没关系。好，高级球直接再拿一张小乌贼吧。好，场地也用不到了，哇，转转转，他好爽哦，全部都用到我的场地了，没办法，我也得用啊。好，他没办法攻击我。那现在的话，竹篮呢？我想一下，不行，我觉得我要拼，我觉得我要拼，好不好？我一定得拼。好，直接开莉莉艾，有糖果的话，我们就可以打他了，好不好？来，我们一张糖果就一张糖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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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了，好。有糖果的话，直接进化我们的巨鲸怪。好，这时候我们的 combo 开始了，各位，我们的 combo 开始了，注意好不好？来，直接特性一颗贴给前面，然后我们使用我们的第二招80跟60滴，那60滴直接打掉对方的小乌贼。有没有？我们的 combo 出来了，就这样简单。来，直接80 60。那因为我跟你讲60直接打掉他的小乌贼，来60。哎呦喂呀，爽啊！好，就这样子。那等一下我们场地哦，碎耶！好，那我跟你讲，场地等一下我们又可以继续丢继续丢手贴加充能，好，巨鲸手贴加充能，我们可以打前面80，后面100滴，100滴直接秒掉对方的乌贼王。
等一下，你是卡人太夸张，等一下你也卡太夸张了吧？我觉得你卡的太夸张了。那我已经表演完了，我表演完了，就这么简单，我这回已经表演完了，超简单的，有没有看到？你居然不让我表演，太夸张了吧？哎呦，好可惜哦。好吧，我们再一场好了，好不好？再一场好，再一场。哎呀，来吧，再一场吧。哎，刚刚刚刚那场不错哎。好，妖精跟水跟草是不是？好，那我也许会克鼠哦。那克鼠的话，我觉得是赚爆的，好吧？赚到了。那妖精系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好，我们先攻吧。不行，因为我们要阿蜜，所以你先攻吧。反正我也不知道对方怎么排，好吧？如果阿蜜能开成功，当然最好啦，开不到的话就算了。哎，这个好像开得到哎，好爽哦。好啦，也想要弟弟哎。竹篮也有，可是没有能量。跟你讲，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场地，场地太重要了。结果没有场地，代表说我们能量完全下不去。所以我觉得最尴尬的点就是能量这个点。哎呀，哦，三奈朵，好，那你们刚刚有听懂芒果在说什么吗？刚刚芒果那一手就是直接吼森林丢掉能量之后再拿一颗，对不对？然后特性一颗给他，手贴一颗给他，我们就可以前八十后一百。有没有发现刚刚那一场就这样子？好，那他抽满八张，那他这个是沙奈是不是？沙奈的话，我觉得应该不难打啦。可是打后排没有看弱点抵抗力，所以说我也是看运气咯，好吧？那这时候我觉得这场反而要养巨鲸了，不要养这坚果哑铃了。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就这样子吧。欸，他看到克鼠会不会直接投降啊？好吧，没事了，对不对？我的能量都没有。好吧，就这样子吧。那这个交换可以用掉啦，等下可以用掉啦，就不要再抽到了，对不对？我们可以先进化这两只，好吧？反正等下克鼠的话，基本上来讲应该是不太会输啦，除非我们真的太卡齁。好，看他有没有办法进化出来，应该是可以进化出来啦。进化出来的话，代表说他可以直接秒掉我的这只前排，对不对？喂喂，好，头巾，有办法进化吗？还是要撤退用六尾抓？等一下，你先要竹篮是吗？哦，没错。好，那代表说他手上没办法进化，那他现在可能等一下如果没有进化出来的话，应该会直接做撤退的动作，然后抓九尾跟沙奈撤退。好，好，各位，我跟你讲，我等一下如果是能量的话，我是不是直接抓出来秒比较爽？好啦，算了，我还是慢慢打给你们看好了。他怕刚二十。我觉得有点尴尬，因为我不确定我杀得掉他吗？好，我们先进化再说吧。再一次。好，先进化上去。好，直接阻拦。那现在就拼能量好不好？能量啊，场地、森林啊，都可以，好不好？都可以。哎呦喂，真的有想象，怎么做比较好？想象。二十，杀不掉啊。我现在还是不想做巨鲸齁。好，先这样子吧。四十，那等一下如果我真的做出来的话，我可以打一百六的，一百六刚好秒杀九尾。好，可以可以。那他做出来的话，我后面的六十给谁？换一下，六十就随便给了，好不好？他的血量全部都六十。好，都可以。那他六尾是要继续抓是不是？那我六十就直接给沙奈咯。好，沙奈直接进化了。沙奈要直接进化了。他进化菊草叶吧。
这一场看起来蛮刺激的齁，但是对方如果不杀我的话，下回我卡住齁，就下我没办法绿牌啊，除非我抽人物卡。好，直接开特性糖果进化哦。我再看运气齁，看能不能打掉用克数的方式赢他齁。不然我现在速度好像慢他比较多欸，因为我现在没办法绿牌。可他应该杀不掉我，我想140欸。好，力加抽满六张，哇，赚赚爆，我的妈呀。好，再进化一只沙奈朵。有办法吗？哎呦，对方赚到翻掉去欸，翻掉那一种，好不好，是翻掉那一种。好啦，既然翻掉了，我们还是得用力来跟他打，好不好，还是得打啦。那场地希望他不要压我就好不好，不要压我场地就好了。场地我觉得我现在场地蛮重要的，非常重要。嘿嘿，他有两颗能量吗？我等一下如果抽绿牌的话，我觉得我会起飞耶。好，手贴给前面撤退。哦，不要是不是？继续抓是不是？好，可以。至少有点刺激哦。好，抓两只。那等一下，我只能祈祷我的是那个好不好？有绿牌的啦，不然尴尬了。哇哦，什么都有了。想一下哦。没有能量啊，少一张能量怎么办？没有能量啦，少一张能量、欸、骨芝麻，骨芝麻我觉得完全用不到。哎呀呀呀呀呀，四十，我想一下、哦、怎么打比较好。先留着好了，不要贴能量，我觉得太危险了。少一颗能量啦，不是绿牌的，我想一下哦，不是绿牌的。好了，没办法，杀吧，只能杀了，只能杀了，没办法了。他要五颗能量才有办法杀掉我哦。单价，我想一下，单价好像不错哎、欸，因为我觉得单价可以耶、欸。好啦，我觉得我有想法了，但是不一定能成功，我们等一下来试试看好不好。这场我觉得不能靠坚果哑铃打，要靠巨鲸了，这场要靠巨鲸，靠坚果哑铃有点危险我觉得啦。我能量是不是应该先贴啊？哦哟，他剩17张，我居然还有33张，他两倍耶，我的牌好厚哦。好啦，那他现在应该就直接杀掉我吧。1234 120D， 注意诶，我有减伤20哦，我有减伤20哦。哦哟，好，他聪明 ,12345， OK。 然后特性给九尾吗？好，沙奈，好。好，直接竹篮。哎呦，手牌这么多，什么竹篮？为什么？好浪费哦。好，那我今天给我哑铃爆了哈。那我现在这手牌这么鸟不拉几的，我希望等一下可以抽到那个丽佳，好不好？有丽佳，叠叠也可以啦，叠叠其实也可以啦，好不好？叠叠啊，我等一下拿叠叠好了。我觉得我拿叠叠好了，不然太危险了。我觉得我拿叠叠。好。哎呦喂，我的妈妈咪呀！好啦，巨鲸上啦，现在整巨鲸了，靠巨鲸了，不然没办法，好不好？竹篮哦，居然有竹篮！我想一下，我墓地有几张能量？一张而已，是不是？所以我必须要再丢一张，我一定要再丢一张。好，先看一下我的那个在不在？糖果在，然后丽蝶蝶在，蝶蝶会不会成为我的致命伤啊？丽佳也在。好，这个能量就一定要贴的哈，一定要贴的，这个一定要贴的。好，贴了之后呢，我想一下怎么做比较好呢？那我直接拿叠叠好了，好不好？
哎，真的要爹爹吗？好烦哦。好啦，爹爹啦，不管啦，拿丽佳啦。我就不相信你会杀我爹爹，因为他这样杀我爹爹，我觉得太浪费了。我的狙击不处理掉，太危险了，我觉得不行，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拿爹爹。他不可能不鸟狙击啊，因为我的手牌就是要保有吼，我这狙击这回一定要出来，好不好？一定要出来，而且要出来两只嘞，一定要两只，好不好？有哦。我想，其实我是超想表演一下我的那个坚果哑铃给你们看的。好，特性。我觉得我应该赢了吧？我做这样应该赢了吧？我连骨子马都有了、欸。不行，我再玩它给你们看。好，平底锅。哎呀！Very nice， 300 D， 我看到看情况啦。像刚刚那一场，我们做坚果哑铃，我觉得就非常不错。那这一场的话，基本上来讲，我觉得做巨鲸比较好，对不对？我坚果哑铃好像没有办法跟沙奈打，要打两下，反而巨鲸一下就够了。好，我们看他怎么做吼，因为现在他非常非常的劣势吼。他现在有办法做的事情就是抢奖励卡，各位抢奖励卡，怎么抢奖励卡？就直接杀了爹爹吧，杀爹爹，最后再杀一只铁甲铃，他就赢了。所以他只能这样子做啊，他不理巨鲸的话有点危险哦。好吧，看你要怎么做，我也不知道。高级球直接抓一张沙奈朵，直接进化。哇，空木这么多哦，巨藻好，直接特性进化，用那个这个大菊花的特性。乔伊小姐大菊花特性进化上去，然后再丢一抽三特性。他现在拼什么你知道吗？四色能量，菱形能量，这是什么？异兽不能攻击他哦。我没有异兽啊！来，各位，等一下，我用它打给你们看，好不好？啊，不要了，我就直接揍掉它好了。80、60，哎，好了，我用它打给你们看呐，好不好？我用坚果哑铃打给你们看好了。他现在干嘛？你知道吗？拼那个临时能量啦，只能这样子了啦。他打不掉我，他绝对打不掉我，打不掉我，我就用我的坚果哑铃打你，然后再摸掉你的后排转。来，先打我再说啦，快点啦！哎呦，不要再投降了！哎呦，哦，各位，我没办法，不这样不让我拍啊！我跟你讲，我刚撤退换坚果哑铃上去，对不对？那我直接打160D 之后呢，我的60D 要给谁？给对方的小沙奈朵。这样子我奖励卡下两张，下两张，我怎么打都赢啦，因为我手上有骨之马啦。这样懂我意思吗？好，赚，刚好解完任务，超爽。好啦，87，你看，他在骂我吗？应该是吧。好啦，那我觉得我这一副牌，我觉得组的不错啊，蛮好玩的啊，超好玩的，有没有看到 ？Very nice， 好，坚果哑铃配巨鲸怪。那有兴趣的组看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玩。那你们想怎么调整，自己调整。那我真的刚刚的情况下，我觉得哈，森林有时候真的叫不太出来，我有一点点想要把它改成四张了，你懂吗？那至于阿蜜的话，我觉得两场都有表现到，也是非常非常的 nice。那两场的话，巨鲸跟坚果哑铃也都有表现到，那这副牌已经没问题了吧？我全部都表现到了，那你们就组看看，玩玩看，好不好？蛮好玩的啊！如果想要有什么突发奇想的一些好的调整的方法，也可以跟芒果讲。好，那就介绍到这里咯，拜拜。喜欢芒果的影片请按赞，想知道更多 PPCG 欢迎订阅频道，小铃铛开起来追踪直播，芒果最新动态都在我的粉丝页及 IG， 我们下次见。